啊，一直到我们的啊和美的南店，今年又增加认养一个我们的方院的一个新生。那三所学校三个社区每年都补助我们100万，让社区去就近来照顾我们的一些弱势孩子，增强孩子们的英文，增强孩子们的学习。掌声再次谢谢中信基金会哦，谢谢。那中国信托基金会也是我们自己彰化优秀的子弟外出哦，回馈给地方。第二个，这一场次也是由他们来这个认捐出来的哈、哦。那所以说今天有这么好的表演，谢谢我们中国信托我们的辜董事长哈、哦。那另外第二个要谢谢我们紫风车，因为呢紫风车呢在疫情之前本来预计有39场的这个演出哦，3场之后呢因为疫情就暂缓了，好不容易要开始了，刚好在上个月又遭受火灾，但是呢依然哦克服各种的困难，能够到这边来表演给小朋友看，掌声再次谢谢我们紫风车的各位好朋友们，谢谢他们，有没有快乐？因为看儿童剧你会更加有创意，你会有美感，你会更有艺术细胞，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儿童剧能够带给 同学们，带给学生们欢心哦。那我们后续呢原本今年在儿童节也有大概8场的儿童剧，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后续我们会在依照时间表再来通知大家，也欢迎大家共襄盛举哦。那后疫情时代就是拼经济的时间了、哦，也要拜托我们的三倍券有2种方法，一种是纸张的，一种是行动支付的。行动支付现在政府在推广，拜托大家这个天天抽 GoGo 了哈，16号以后每个礼拜抽 GoGo 了。彰化县政府为了促进大家这个多来这个消费哦，我们满500块钱，你只要收据或者我们的发票上传上去，你就有一组序号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。那我们的最高的这个礼物是那个50万的车子一台，这中间每个月我们都有抽 GoGo 楼，抽我们的电动机车，抽电视冰箱还有 iPad， 以及每一次都有100个这个3000块钱的奖金。最后我们还有一个，因为我们没办法跟台中比，台中有抽房我们没有办法，所以县长卖出去了哈，我们有100个名额在彰化玩一天，那所拿到的产值有8000块钱。最后那一餐会在公馆里面吃饭哦，跟县长有约，有100个名额，我们还有后续会再募更多的物资进来提供给我们的乡亲哦，这个拼经济还抽好礼哦。最后再次的谢谢今天参与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还有几个这个幕后的英雄要拜托大家鼓励一下，一个就是我们的里长，我们的里长淑美里长也是我们社区理事长，一个是我们的阿姨代表，他社区就是在他们带动之下做得很好，才有可能拿到中信集团的这个奖助学金哦，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最后再次的谢谢乡亲的跳堂，你看行转对林金周来行，一起为彰化来努力，让彰化更好，彰化更美。最后恭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美好彰化希望城市，我们一起努力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